Hello， 大家好，我是班大帅，欢迎各位到观战来观战一把欢老师的祭司、先知祭司、杂技咒术，遇到小马哥的红夫人。那这套阵容打红夫人不是很好打，他不够扎实。即便修得很快，有祭司联动能补机子什么的，但是你扛不住红夫人的击倒。红夫人两个镜子，这红夫人不会带了一个金身吧？上来一个镜子抬错，带的是个啥？失常？还是金身？金身红夫人打咒术啊？这上次没记错的话，超 Q 是不是也这么打的呀？这是高阶玩家在故意误导我们普通玩家吧？对吧？他凭借着自己的操作，然后待会儿赢了。哎，金身红夫人很厉害啊，打咒术师。我怎么感觉这故意的呢？不过这局的话，两个镜子空了，这个人抓不了了。他呀，这也给打到，但打到距离拉开了，他得看下一个镜子。下一个镜子你抬到了，有先知有鸟，杂技有球，这个不一定秒得掉的，不一定秒得掉的。整个击倒的话，我觉得得往100秒以后靠了。这个击倒穷者有机会了，因为本来我想让他那边抓一个咒术啊，抓个先知啊，或者抓个祭司都挺快的。但是红夫人的话，这边带了个金身，没有闪现，然后抓的还是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难抓的。快来，我需要帮助，你要给不上，给不上嘛？机子外面三台也差不多要修掉了，这里看谁来救人吧。这里是先知往前走，总不会先知来救人吧？没搏命的，我不救人，这边也没有搏命，咒术师也没有搏命。问题有点大，就是穷者这边好像没有搏命啊，杂技一个搏命，祭司不知道是不是搏命，先知这边反正那没办法，只能先知来救了。我机子修完我先来，先知这个位置，鸟顶掉，鸟顶掉，这边还得吃一刀救人。怎么说呢，如果说这边救下来杂技还能牵制的话，我觉得还有望能打一个四人开门战。先这边吸鸟，咒术这边吸锅，咒术是你怕是不知道，人家这边是个金身啊。马哥这边镜子两把装好，这完全不怕你吸锅，我一个金身，我跳不跳的走，跳漂亮，牵制起来了，相当于一个搏命的时间了，相当于一个搏命的时间了。这一波待会儿咒术师还能过来干扰一手，这个小锅怎么说，交一手，哎，交一手，就这种带金身的红夫人，你要真让他赢了打个四抓什么的，那不是教坏我们小朋友，对不对？这套这种带金身有点，你说有个前锋嘛，要么就这边最后换了一波，谁换了一下呢？杂技本来选个前锋换了，这样的话应该是趋向于一个四人开门战的可能性啊。交了个锅，马哥这边还没看到，再签这个金身，说实话交顶小锅来挂人很亏的，这个金身应该是留到最后打开门战切传送的。算下机子，两台机子都够了，两台机子都够了。马哥这边切个市场，把人挂上切市场倒也可以啊，切市场然后来保平，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边过去市场一脚踹，抬镜子打一刀祭司，切过去，然后市场一脚踹啊，市场一脚踹。这脚市场踹完以后呢，咒术师就有操作的空间了，你这个人就不一定好挂了。再拖再拖，他干嘛？咒术要干嘛呢？咒术要拖出一个三层大锅。祭司的话这边应该是重启，然后待会儿拉大洞把这个先知也过来了。我本来想着拉大洞把这先知给一刀，你没金身的反正，对不对？先知这边有鸟，这边咒术师先吃一刀也行也行也行，还能拖还能拖还能拖。这边的话马哥需要把这咒术师给秒，然后把人给挂飞，有没有？哎呦，没有，没有的话有点难了，他得等下一个镜子，下一个镜子的话这边祭司44三成锅，后面有块板子，主要有块板子，这块板子的话能够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支点。哎，这先知给鸟，咒术师强摸，要了命了，交个三成菇，两个人强摸，还有这种玩法，帮忙扛刀，还有两成菇，再抬镜子把咒术师秒了，
机子差不多好了，这边的话强行摸头，牵起咒术是打气球刀，对，他只能打气球刀，赶走打一个震慑，但这边要把咒术师先挂上，那边玛姬应该是起了，起来以后全员拉开，先知这边想这些干嘛？先干嘛？杂技压着不好说啊，马哥这边还有镜子，那不会又要赢吧？金色侯夫人给他赢了，别呀，抬个镜子，换老师这边三个洞，三个洞应该是问题不大。镜子包漂亮，哇帅呀！这里咒术师救下来三成孤，有薄命人放下，抬镜子的话我觉得这边、哦、他先闭孤，那咒术师倒地，先知这边起来摸祭司摸不了，这边镜子一抬，先知倒，先知是教自己的，然后把这祭司挂上，赢了。自杀，哈哈！当然这局的话，因为群主大家比较拼啊，这个四抓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给大家解释，就是富贵险中求，也是感谢这五位对吧大佬给我们展现的这样一局非常精彩的高激烈对抗的一个对局啊！哎，这边有个祭司的大洞。穿个大洞也得倒啊，就有没有观众啊，现在有没有观众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在面对一个单咒术师的时候会选择带一个金身呢？我还是不太理解啊，可能我的这个对吧理解程度就是那个就是游戏的这个水平还不够啊，确实不太好理解，因为之前就不是第一次见到了吗？超 Q 之前也是这样带了一个金身红夫人的，然后好像也赢了，没记错的话。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见啊！尼莫吵死了，呵呵，他要出去玩了，大家再见啊，拜拜。